德哥玩具 TV 第27季第10集，系啦，我哋升翻级先，由 K2 升翻上诶，唔知 K3。好啦，咁啊，上次甩咗底嘅，我哋都记得嘅，咁啊，因为都经常被呢、這、一个。觀眾投訴啊，你係咪老點啊？你影完啲相開頭冇一隻介紹嘅，咁所以今次我哋就叫做還債同找數，咁啊要介紹嘅，雖然都唔係新噶啦，原上個禮拜都仲新少少。不過咯，值得介紹，因為呢一個 hot toy 係比較即係我諗另類啲嘅產品嚟嘅，其實。點解另類咧？人偶專家。其實咁樣嘅，唔好俾佢遮到你啦。因為咧，本身其實 hot toy 一路以真係用人偶方式去做，即係話簡單講係著衫公仔，即係話喺個一個基礎嘅 body 上面咧，就有唔同嘅衫啊，或者盔甲啊、配件咁。但係呢一個咧，你睇到係角色關係咧，就好難咁做啊。所以索性用一個做機械人模式嚟做，我自己覺得。其實佢的而且確，除咗用機械人模式之外，都真係。冇辦法㗎啦，係啊，如果兩層去做，實在太困難，同埋本身佢都係機械人，佢變化好大。咁但係呢個係 hot toy 少用嘅，因為其實呢個方法咧，其實係重新叫做開發過曬成，由頭至腳都開發過曬。咁可能係會功夫多啲嘅，你講真。好啦，咁今次要介紹嘅就係鋼骨啦。咁如果即係大家有睇到呢個 Justice League 嘅話咧，兩個版本啦。咁其實第一集或者叫第一個版本咧，係幾令人失望嘅。因為其實如果即係大家，我唔講呢一個造型定係個產品，其實造型一樣嘅，呢個係第二個產品嚟嘅。唔係，我純粹講套戲。呢個第二個造型嚟嘅。咁即係你唔講 Sark 嗰個 version 先咧，佢其實成套戲係冇交代個 Victor 嘅背，即係好詳細背景啦、經歷啦，係一個閒角，我好 firm 係一個閒角。咁但係當你睇 Sark 嗰套Justice League 咧。對於 Victor 的描寫是完全清晰翻曬，出翻曬嚟。成個角色係好出，同埋你會感覺到佢嗰種悲涼啊，即係完全唔同感覺，所以變咗還好。真係睇完 Sark 嗰個 version 之後咧，鋼骨嘅吸引力係對我嚟講係大大提升咗嘅，即係對佢了解亦都多咗。不過睇翻個電影，我有啲印象，其實可能真係唔知係咪真係將佢擺咗唔係一線咧。其實我覺得啲少少 CG 畫面咧，都好似麻麻地嘅，即係。不是很清楚表達到他的造型的，他除了一個 close up 之外，看到是一個半人半機械人的cyborg之外，很多這些位置是要有玩具才看到的，一來就本身其實在整套戲都是一個陰沉的畫面，所以變成他本身其實真的說就著個外形呢，佢唔係話除曬，即係好似而家咁樣赤裸裸咧，你都幾難了解到佢啲 detail。咁所以變咗 Hot Toys 今次可以好清晰咁樣，佢比麥花玲更加清晰咁樣將 Cyborg 全個 body show 曬俾大家睇嘅。未講呢只之前，褪翻開少少，我哋望一望翻佢啲配件先。其實今次呢個 box art 咧就真係冇乜特別嘅，咁啊，所以變咗大家望一望。又是有些反光字啦，是那類東西的，因為我這個都叫做 Special Edition 啦，都會看它的 Bonus Parts 的，擺第二個啦。好啦，咁啊拎咗個主體出嚟之餘，其實第一針咧亦都會見到它有些 Extra 的手嘅。好啦，第二針就是個 Body， 同埋其實本身佢今次配件是不少的，係，盔甲頭。我哋可能俾系咪拎曬出嚟咧？唔使住，咁啊照樣擺翻喺度，方便翻睇，因為我都唔知裝唔裝得切。咁啊，另外啊，邊啲打邊啲咧？定係擺出嚟咧？我驚你轉一轉個鏡，我聽唔到。因為你斜都係。係有啲牙煙係嘛？咁啊，其實翻嗰個慢慢，好嘢喎，神叔。啊！呢度講講咧，其實咧，做呢啲 figure 難做地方咧，其實都要俾多個 like 啲幕後啲工作人員啊，啲 project designer 啊 ，product engineer， 因為其實好多嘢咧細節都係估嘅，即係靠個生產商去自己有時都係創作咁滯，二次創作。咁啊，第一版基本上就係佢啲噴射器同埋嗰啲造型手嘅，下邊呢一個咧。即如果你話我揀咧，即我做跟 project 咧，德哥嘅老闆咧，你叫我做呢個咧，我就第一時間就話你真係當我好勁。我真係唔係你係勁，唔係當你好勁。即或者係你即係同我有仇啦，想我辛苦啲，因為真係會重新諗過度過。係啦，咁啊，專用台座啦。幾靚喎！呢個好靚下咯，幾有型。咁啊，當然就有盾牌。
一陣試下裝先。咦？但係呢個台組會唔會有機會再喺第二啲地方出現咧？一定會。係咯。同埋佢嘅四隻手嘅另外兩隻嘅，咁呢個又擺埋依個。好。佢嗰啲銀色嗰啲處理咧。係。佢其實個上色係真係好靚，即係乍眼睇咧，真係會覺得佢係合金嘅。嗯嗯。不過拎上手就知唔係啦。佢啲銀色嘅釉上，佢加咗好多啲另外第二次嘅層次啲色嘅。係。好似我哋咧，拎咗靚嘅紙盒咧，落完雨揼咗雨水之後咧，嗰個後遺症啊。咁呢佢就要逐點做落去，我覺得嚇，佢應該冇可能話即係用啲抹漬嘅方式咁抹上去就算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唔該曬 Lawrence， 而家就掃緊呢一個設計同造型，我覺得都係即係幾精美嘅台座啦。好啦，咁啊又要擺翻喺張台度先啦。咁啊，直接碌翻成隻 Fixture 嘅 body 先啦。好啦，由頭可以慢慢掃嘅，除咗掃我頭之外咧，最主要就掃翻 Fixture 嘅個頭。係啦。咁啊，本身其實成隻嘢，你見佢個銀色底啦，咁外邊就有一啲一點點嘅，其實我唔可以叫污跡嘅，因為我相信佢本身個外金屬嘅 body 咧係有斑點嘅，係不規則咁斑點嘅。佢係似啲我叫 pewter， 嗯，我覺得似 pewter， 因為 pewter 倒完出嚟之後你要打磨，佢又似未打磨 pewter。咁我而家研究佢啲嗰啲色咧，我覺得都係用類似抹漬嘅方式，因為如果佢每一個細節逐點點咧，佢好唔平均，亦都好難做。佢應該用抹漬嘅方式，即係有啲我哋叫特殊技巧，係啲通常手板廠、手板房咧、板房師適用嘅。咁啊，點解我定咗個背脊咧？我就想大家睇翻背脊嘅一啲細節紋位。我覺得係最吸引嘅地方就係鋼骨嘅背脊同埋條腰，佢嗰種層次感係好靚嘅。哇！一陣如果喐，會唔會有啲連動嘅效果走出嚟咧？係啦，一陣就可以望下啦。咁當然啦，其實本身 Victor 個頭亦都係可以著燈嘅，裝咗電啦已經。係啊，裝曬我上個禮拜已經。全部裝好曬，不過介紹唔到啫。其實呢個設計咧，佢係好天然地攞到分嘅。咁頭先大家讚佢啲 detail 好靚啦。咁我梗係當然唔係話佢好易做啦。但係佢喺 3D 處理完之後咧，其實係容易，你會覺得哇好複雜喎。咁因為佢有幾層嘅色啊嘛。咁你就個立體感好出噶啦，即係上次只Mark 33銀色白夫長咁咧，嗰度係搶到分。係啦，咁你見到佢隻眼同埋額頭嘅燈都好靚，同埋個面相都似，係呢個真係似堅持。咁所以變咗，如果即係大家對於頭嘅造型係有呢一個執著嘅話咧，呢一個 Fixture 其實係交足貨嘅。其實個燈嘅色喺實物體再出啲，即係而家鏡頭都影唔到啊！影唔到咁立體係咪？即係嗰個燈嘅嗰個效果色。好啦，咁啊，即係喐下隻嘢啦。咁啊，首先佢嘅飛行形態係做得好好嘅。佢雖然就得一個波裝一個柱位啊，但係佢向上落嗰個角度咧係好高嘅，所以其實呢一個角色係咪出現過一套電影裏邊？只不過有兩個 edition 啫，啱唔啱啊？唔係嘅，都係同一樣。即係同一套戲，不過咧有兩個版本咯，係咯，即係兩個導演嘅版本啦。係啊，但係造型係一樣嘅。係啦，係啊，我故事唔同啦。係咯，我個記憶真係喺戲入邊咧，佢嗰啲 detail 實係好 hea 噶，我自己覺得。反而即係多謝玩具嗰啲有關人員咧，佢哋花咗好多心機來重塑翻嗰個可以做到嘅造型。你睇下，係，所以多一句，佢呢一個即係擺出嚟嘅飛行形態都好靚。嗯。好啦，咁啊。頭又係咁樣啦，可以拉翻後少少，唔該，係啦，好啦，肩膊佢本身個外肩甲咧係可以咁樣拉嘅，咁見到入邊個關節啦，咁變咗你托向上嘅話咧，你心口同埋前臂呢度亦都有一組可以喐嘅關節，咁除咗前後有微量嘅上下嘅，咁變咗佢隻手就可以有一個。差不多90度的動作，
咁因為本身鋼骨嘅設定咧，佢係完全可以你當佢一個高達或者 SHF 咁玩，佢嘅橫切就會喺呢一個上臂嗰度嘅。咁當然啦，造型上有少少呢一個 terminator 嘅，咁所以變咗佢隻手嘅對接位係可以做得好勁，因為佢嗰個手踭位根本就係兩節，呢一度可以上下喐，下邊呢一節都可以上下喐，都係一個蝴蝶關節嘅。咁啊，手腕啦，手腕佢係好明顯，你會見到嗰個關節位係哦咁樣喐嘅。佢咁當然就喺呢邊做一個左右轉啦。呢隻手我會準備掹定咧，因為我係想裝翻個護盾喺度嘅，個窿又喺呢度啦。如果啲師門見到呢一個手腕嗰個 pack 咧，點解唔同色嘅咧？咁都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啦。其實都好難搞噶啦，因為嗰個係應該係如果沒意外應該係彩鋼嚟嘅。咁咧彩鋼就上唔到色嘅，咁啊上咗色都會甩嘅，咁所以就佢就係個圓嘅彩鋼色咯。係啦，圓色啦。咁你可以溝到刺嘅，講真，但係咧因為你咁細 pass 咧，你溝咁嗰桶油係好大桶，咁就變咗好唔划算嚇。所以好多時就用啲接近嘅色就。見到咁情況啦，或者可能係根本溝唔到種料啊！即係有時咧，我自己睇 hot toy 嗰啲作品咧，即係你知我就唔係一味讚嘅，其實係有啲參差嘅嚇。呢一個反而咧，我覺得佢工場員係落咗苦功，我咁講，但係有冇掌聲或者係咪多人買咧，另外一回事。要撳呢個咧，就真係有做足功課啦，我認為呢個盾嗰個設計其實真係幾有型，所以我特登都擺一個 pose。有冇鏡頭真係出過盾咧？講真，好似有啊，唔知擋乜嘢啦。有啊，實有嘅。因為我睇第一個版本咧，即係佢係大騎嚟，冇乜關，見唔到啲咩嘢。就咁擺一擺，我又拆翻，但係值得咁樣玩嘅，確實係。同埋呢種形態咧，我覺得係中意讀設計啊，從事藝術設計嘅朋友咧，就會好中意呢種嘅產品咧嘅 out 嘅 final form。咁啊可能即係普羅大眾嘅玩家未必係嘛，未必會 buy。係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心口啦，心口呢一度其實你會見到有一啲我叫做開合嘅可動啦。哇！呢啲幾靚啊！係啊，佢可以唔做。嗱，咁啊，心口對落。腰和心口，腰和協同樣地是跟一般的 SHF 一樣是這樣做分野的、就這樣扭呢，其實就可動有限的，所以其實它腰和腹和胸這兩節都可以拉長，個別拉長問一下咔一聲、下面咔一聲、好啦，咁呢一個就係掹長咗嘅造型啦，就應該嚟做可動嘅啫，就爭好遠啦，佢就可以就咁樣都望到左右嘅九十度。咦，之前開胎作品比較少呢樣嘢，好似係咪 Iron Man 主要都係用，係啦，咁啊條腰亦都向上咬嘅幅度都大咗好多啦，少少穿崩位啦，咁但係你向前望咧唔好覺嘅。向前屈曲，大致上就可以多了咁多啦。後邊少少穿崩啦 ，anyway 可以接受。咁條腰就係咁樣玩啦，拍翻埋先。好啦，腳啦，你會見到本身就咁樣喐咧，都差唔多係九十度。不過我想講多少少，其實佢呢一個 hip 關節位咧，都唔好叫關節，佢呢 hip 係零零碎碎做咗一件分件。可以褪翻向後，令到佢真係踢到 over。哇！九十度，我諗成百度都有。不過印象中說明書就好似冇特別咁樣講。既然係咁，又想平衡翻出嚟，睇下一字馬。
佢通常阿德哥去做一個踢腿式嘅平衡，即係顯示個關節嘅緊致度啦，同埋平衡啦。咁不過平衡呢方面就係佢嘅關係咧，就唔關設計關係嘅，因為 suppose 我諗做生產陣就唔會諗單腳踢高要平衡企到，呢、這個我諗唔係一個必須要嘅。唔係一個必須嘅 QC 過程。係啊，冇錯冇錯。企唔企到？其實我想試下佢腳腕嘅。我有啲懷疑啊。因為佢上身都跌咗就係多收視嘅，佢上身係比較重，得喎。大家有冇見過咧？即係好多嗰啲網上揾啲石頭咧，唔知點樣三尖八角都企到噶嘛，所以你攞到個支點就得，係支唔係 G， 開龍門球咁喎樣係。咁佢作為一個美式足球員，哇！佢係係啦，你講係個角色，係個角色定係個演員啊？角色 Victor 是最出色的，就是大學那時的美式足球員，年輕人我記得是運動員。好了，玩完這個向上踢，同樣地會見到基於他的設計關係，所以變了他的可動性是跟一個正常的機械人一樣，所以都是非常好的，也不需要擔心這個什麼穿崩這些路，因為他根本的設計就是這樣，機械人是的。哦，佢讚佢，佢讚佢大腿嗰啲分布咧，佢唔係肌肉紋嚟噶嘛，係一啲好似幾何圖形咁，但係有半機械半人咁啊，就處理得幾好。腳腕其實就唔算好高幅度，佢只係向前傾，向後嘅話咧係頂住嘅。咁但係有冇需要向到咁厚咧，就另外一樣嘢啦。腳趾就 OK 啦，根本就係玩嘅 SHF。哇！因為倒勾都得啊，係芭蕾舞嘅腳。係啦，咁因為多一句啦，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斜軸嚟嘅，所以變咗你會見到佢個腳腕亦都係可以扭得好自在，係一個衝力射球嘅可以。係。好啦，咁啊可動性基本上就玩咗咁多啦，係絕對水準以上嘅。其他水準以上嘅嘢咧，即刻試埋。啊，仲有咩？應該有嘅。哦，呢個就。這個是武器啊，曬武器啦，哇！好似著燈嘅喎，係嘛？冇錯，咁啊，放翻低先。嗱，其實本身佢都有幾款唔同嘅架撐嘅，一個就尖頭，一個就即係呢個算攻擊，即係格鬥戰用啦。呢個就射擊戰用嘅武器嘅。因為佢本身啲收口位咧，你真係要估喺邊度掹。幾過癮嘅，所以都咁啊！插完呢一個，再插埋呢一個，咁個燈掣就喺度啦。哇！靚喎，刪翻埋佢先。不過記得嗰陣時係睇佢擺鋪頭個板都影過得好靚。係，佢個顏色係處理得好好。即係今次大貨係咪都做到個板嘅水準咧？係嘅，確實係嘅。掹邊隻手啊？右手左手？呢個應該係呢邊。唔好意思啊。好，我睇下呢支。哇！哦，好簡單嘅啫，掹都係。好似超人嗰支樣。呀！咁就留意翻，本身佢都有少少裝口位嘅，咁啊跟翻就 OK 噶啦。這個 left 就是sorry，這個太好了，因為其實本身呢，我們這些傻一傻一下呢，它這裡就會寫了左和右的，是的，那就看到 L 了，那就拆回 L 出來先，我裝回右手先，立刻，那它這個設計都挺好的，是user friendly的，知道，這隻東西，即是看你們就換件都有牌玩，即是都多東西玩，是啊，我仲未玩完啊，因為除咗玩隻手之外，你仲有好多配件可以慢慢裝。哇！這個產品嗱，我唔係好讚佢啊，但係真係勝過劇入邊嗰個塑造嘅。
劇入邊嗰劇入邊嗰個咧冇咩睇到，呢度咧反而就個產品就好粗糙好多。我都有聽過咧，有啲網上 YouTube 啲即係做電影生產啲人分享過，好似話即係就算你攞咗個 license，電影公司或者個即係批 license 嗰人都未必即係有咁多足夠嘅資料俾到你，有啲你要真係估。其實真係冇嘅。真係冇。以前咧就係真係俾對你自己買 DVD 啦，我講嘅，你話我講㗎啦嚇。俾個 DVD 你自己睇嘅，你問翻啲行家個都係咁做，好痛苦嘅。跟住後期而家最近多 3D file 啦，但係嗰啲 3D file 咧都係放去電影用嘅，就唔係放你做其他嘢用嘅。嗯，所以即係都唔啱用嘅其實。要自己做過㗎，所以其實都係做玩具嘅設計唔易嘅。不過你話又唔可以話佢好複雜到一個地步，但係就一定要有心機去做咯。我轉得好快，反而我想大家可以 close up 少少，係光到一個點。佢個光係好靚。我發覺佢手呢部武器件咧，佢可能全部係啤透明嘅，嚇，然後再上銀色同埋一啲叫做，譬如呢個係藍光色咁啦。咁呢一個部分咧，你就露到端倪啦，因為呢一 part 咧係完全係透明嘅。係啦，咁德哥攞出嚟啦，完全都係透明嘅。咁啊，呢個都好常用嘅方式嚟嘅。死未？哇！好開心啦，德哥，於是就唔該，得唔得？都因為佢太直啊，即係同樣直啊。哦 ，OK 啦。啊，換味感係充足嘅，真係好玩。其實換味感啦，同埋個外觀都靚嘅。嗯嗯。即係佢還原到，即係有電影個感覺咯。係啊，係啊。這個要讚一讚咧，即係一啲叫做即係佢都估計到唔係一最大賣角色，其實佢放咗資源落去，係咁我又再由頭又拆翻佢啦，拆嚟做乜咧？我又埋佢齋，其實我知道你點樣做嗰啲金屬嗰啲面嗰啲色。誒點做啊？分享下你。唔講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又係商業秘密啊！唔係啊，即係我講咗好似即係可能講唔中啦，第一件事啊。第二件事講中咗咧，好似即係畫係咯。哇！呢個係 bonus 版先有嘅係嘛？阿德哥。我都唔記得啦。我記得好似係啊，呢個好似係 bonus。我中意呢個頭啲。不過係好似即係機械人頭，好似唔知係咪出現過，好似有，我覺得有印象。飛行形態咯，冇錯。係。其實呢個咁啊，呢真係窄細嘅。即係頭咧，感覺就似 Ultron。係啊。Marvel 啊 ，Ultron。有少少老鑒咧，通常掹頭咧，就連後邊呢一個都掹埋。變咗咧，其實我而家我費事搞，我唔係話啱嘅喎，原來啱嘅啱嘅，嚇死我，以為一個。兩節嘅，佢兩個安全嘅，佢兩個 packs 都俾咗你嘅，我可以裝翻落去先啦。其實呢個可以預算到嘅，講真嘅，因為一邊鬆一邊緊咧，咁你掹嗰陣一定係甩鬆嗰邊。嗯，哇！呢個即刻完全好似唔同咗嘅角色啦。係啊，充滿咗鬼嘢、邪惡感覺。嗰啲網上咧，嗰啲concept art咧，係啊。成呢個一路做呢節目一路彈，成日喺度諗緊 AI 嗰啲 concept art， 一路就。速戰速決啦！係啦，因為我哋好似仲有嘢喎。係啊，好忙啊！哇，今日係啊，今日係爆嘅，今日係爆。爆嘅。其實好多人都係爆嘅，應該都有啲嘢係做唔切㗎啦。所以個節目名叫爆玩具。其實原本就諗住有個比較清晰嘅名，即係話我哋開箱咁啦，係啦，因為太多開箱節目，咁個叫開箱又好似記唔起。哇！哇！呢只我又唔記得點解。同埋喐翻佢係做真係要睇一睇翻佢個可動啦。Iron Spider。好嚟。點啊？好，係好啦，咁啊呢度一個球形上下喐啦，咁呢一度有一個橫軸啦，橫軸完之後呢一個位又另外一個球形關節啦，球形關節之餘呢一度又可以左右喐啦，左右喐完之後呢一度又可以左右喐啦 ，sorry， 左右喐完之後呢度又可以換拳頭啦，所以。組裝費用是高的，哇！唔使驚會掉轉拳頭啊，真係。不過喺電影邊一幕有出現咁多隻手咧，我又諗都唔少噶。
特別係即係臨尾嗰一 part 戰鬥嘅場景，哇，都幾型嘅真係。反而要讚一讚咧，佢呢個頭咧，佢咪裝咗兩眼燈嘅，即係左眼係燈啦，隻正誒眉心係燈啦。咁咧，其實佢我睇唔到佢點有啲叫夾縫位啊，即係兩個件配埋一齊嘅位。咁變咗咧就，我都諗緊佢點樣做，因為佢有燈光，即係透到光啦，即係透明啦或者半透明啦。咁但係佢膚色嗰邊又點樣處理咧？這個我都研究緊，因為喺側邊睇見到係無縫嘅。係啊，咁呢度係似係一件過，但可能呢一個燈燈呢個位咧，係一個窿，佢就咁吸個半透明件落去，可能啊，可能嘅啊，我睇唔到啲破綻。佢會唔會喺入邊篤入去咧，唔喺外邊篤入去咧？即係佢好興好多啲件喺入邊度。入邊篤出嚟。係啦，即係入邊，即係好似佢眼珠咁樣，喺入邊篤出嚟嘅。啊，其實我話就話好多人朋友就以為喺入邊，其實喺。外面呃入去㗎，係咩？外邊呃入去㗎。係啊係啊，因為你個眼眶係頂咗波㗎嘛。如果因為你一定有個位 support 住個眼嘅，所以出邊嘅窿係最大㗎啦，即係眼眶嘅位。所以通常嗰個波珠咧就喺呢度間塞入去嘅。咁當然佢喺工廠可以將個膠咧叫做加温，即係軟啲，將眼珠擠落去。咁佢凍翻嗰陣咧，其實回翻形咧，咁個眼珠就好似好穩妥咁坐喺裏邊，係啊。唔該先，哇！依個真係，其實我真係幾鬼忙嘅，都佢。嗯。呢個我就諗到點搞。佢呢個啤件係真係有個窿嘅，咁就 Lawrence 個講法就合理啦。呢次就喺裏邊托翻個透明件出嚟，係啦，咁樣就因為佢裏邊都要裝燈。係咯。係啦，但係你頭先講眼球嗰個就真係外邊塞落去，係啦。好啦，翻翻嚟呢邊啦。咁啊，除咗頭先我已經裝曬四隻手之餘咧，咁啊可以望翻側跟。嗯。咁本身其實有三個位係可以裝呢一個噴射器嘅，心口啦。哦，仲有噴射器啊。大腿啦，同埋小腿嘅。哦，噴射器係咪要著燈嘅有？唔使，唔識，冇燈源嘅，你可以自己改。所以變咗，你可以只有飛行形態嗰陣時咧，就裝翻啲六粒嘅飛行件，咁啊成件事就會 perfect 啦。好多嘢喎！好啦，咁可以嚟個 long shoot 就望翻成隻嘢係點。係真係有。Yeah。俾心機做嘅。坦白講，我覺得呢隻嘢喺坊間係會劈嘅，因為本身就住 Cyborg 嘅受歡迎程度。會直接影響到佢嘅 sales， 但你問我呢一件係咪一件高質素嘅，即係個質素 O 唔 OK 咧？我係即刻答你，係出得真係唔錯嘅。係，啲做 design 啊、做製作啲朋友應該都會欣賞到佢嘅好處嘅。咁但係點樣轉話？佢而家預訂唔係咁多咧，可能佢產量都唔係好高。即係都有機會。啊，總之佢唔係供過於求，就我諗唔會劈得太勁。嚇，呢一個係呢度係普通磁石嚟嘅啫，係啦。好啦，好，究竟我哋完定系转头见咧？可以做多一个嘅，哇！3:12，冇得唔做喎，咁真系。系咯，做埋啦。转头见。